like songs, it's true. Some seem dull at first, but then they grow on you. Me, I'm like, can't get. Hello. 现在已经中午了，然后我今天下午有一节课 ，film 的课。这张专辑，你要这样去讲什么？讲专辑，对，讲专辑。它的封面就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其实昨天我就是听它，我就是因为被它的封面所吸引。刚刚我下车了，我们找了好久的停车位，然后现在我要出去了，然后去上学。好亮。然后今天早上我还找到了一个 Sean 的杯子，就这个。我的学校是一个小小的机构，是一个 college， 不是一个 university， 所以对。今天过来还有点堵，因为很多地方在修路。So many moons have come and gone all along. 然后现在我们去 Safeway 买牛奶和鸡蛋，我们家快缺粮了。I was told, but now I've found.A different sound I hear when you're around me. It's something new. 我觉得我们需要，我去看一下菜。I hope I hear it forever. My love. 好想吃芒果干。太贵了，I've been without you too long. 拿一个芦笋吧，我有点想吃芦笋。I'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 belong to anyone. 哦，我需要土豆，我想想。When first I laid eyes, 拿了一个这个好像是可以做那种果冻。我买一个。到家喽，然后今天晚上准备吃韩式的拌饭，对，今天我做饭。我弟弟终于把我的指甲拿过来，这样子就不用。一直放在这个台面上。My love, 做好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吃晚餐了。My love, I'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 belong to anyone. 好好吃。
中午好，我现在要准备化一个简单的妆，然后和秀恩准备出门。我们要去吃我最爱的那一家炸酱面，超好吃，是韩国炸酱面。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了，然后我化妆很简单，一般就只有防晒、遮瑕、口红，对，就这样。所以这是我平时会用的防晒霜，这样看到吗？这个超级滋润，超好，因为我是干皮。那它涂上之后有一点点增白的效果，但是不是那种很夸张的。然后脖子要涂一点点，然后遮瑕膏用的是这个玛丽黛佳的02号，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膏状，其实我也很少用，就是像今天我的黑眼圈很重，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，我就会遮一下，然后我没有任何的工具，我就拿手。然后嘴角，接下来是口红。然后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橘朵吧，它叫这个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是朋友送给我的，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打在这个下面。然后色号是15号，对，然后它超级红，就是平行的看我涂的最多那一支。因为我嘴唇比较薄，所以我都会用手指往外面晕一点。OK， 画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出门了，拜拜。哇，超级爱这个颜色。突然决定听一点摇滚，然后听的是这一张。哦，对，要这样，嘴角我要这样，是这一张。再大声一点吧，摇滚我就要大声一点才好听。很好，今天要去吃我最爱最爱最爱在温哥华的一家韩国炸酱面。炸酱面，没错。我们已经到 downtown 了，这家店就在 Vancouver 的 downtown， 对，是很小的一家店，是我用我独特的慧眼发现了这家店，从此我就爱上了它。但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上一次，我想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上一次那个拉面真的不怎么样。很好吃。你觉得很好吃是吗？我好忧伤啊！他没有开门，他今天难受。餐厅关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吃一家日料，没有吃过，然后我们两个尝试一下。Oh, it's just... 啊，点这个什么叫 dipping 啊？怎么
吃了这个东西，蘸这个东西吃喽。蘸吗？我以为是倒进去。我的面来了，你吃我的面。我这是虾蔬菜饼。我的面好像比你大碗一点。每天只有十个。我觉得这家都要比那家好吃。我的天，这什么神仙味道？哦，真走了。亲爱的，我真的太好吃了。我这个真的辣。好不好吃吗？你叫日本的辣。多吃一口嘛，弄点芝麻。是真的辣。秀恩觉得这家店超级无敌好吃，他已经在给这家店写评价了。我们刚现在路过，然后一个小广场，然后这里好像在拍戏。我是在拍戏吧？啊，那是在干嘛？反正就是好多棚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早安，那现在我要来煮一个咖啡，然后再开始做作业和复习。Sunday, dark has turned to gray, stars have made their way.Raise my glass and part my lips. Ten too many deep. The only time I see you is in my sleep. Sunday, getting by my way. I think I'll be okay for a while.I know you will never mind to keep, but I know that I'll see you in my sleep. But time has been unkind and kept me far from you.Hello， 我现在已经放学回家，然后现在和秀恩准备要去买麦当劳。对，然后今天上午都没有怎么录视频，是因为我实在太紧张了，对于我要发我的 assignment 成绩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没有心情录。对，然后虽然最后我得到我的成绩本来还不错，但是因为那天我交这个作业的时候迟到了，然后我就被白白的扣了10%的分，然后一下子从 A 变到了 B 加，但是好吧，也没关系了。明天就是期末考试了，然后等一下买完麦当劳，然后我们吃一下，然后我就要抓紧时间去学习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已经10:30了，然后刚刚去洗了一个澡，我的复习还没有进行到一半，我已经从咖啡换到了饮料。对，今天可能是一个不眠之夜。 OK， 我要继续工作。